者林美雪台北报道。天才型的新锐钢琴家李奇瑞14岁进入钢琴业，乐圣殿德国海洛威因乐院深造，16岁就从特殊才能先修班升入乐乐大学部。19岁的李奇瑞脱去西乐钢琴美少女的稚嫩，多了几分高贵的气质，兼具美丽与智慧，同时也明确建立了自己的音乐风格，继去年成为第二位在台中歌剧院大剧院举行钢琴独奏会的音乐家之后，将于今年回到台北举办他在国家音乐厅的首场独奏会。华丽高贵感伤，那是一种回顾成长过程的特殊青春感动吧。在从小追求音乐梦想过程中，不知道过多少次的国家音乐厅，从观众身份转变为演奏者。李奇瑞说，有了完全不同的艺术体会和想象，因此在设计曲目时就抓住能够传达这种心情的方向思考。演出曲目包括巴哈第6号E大调法国组曲、海顿第32号 B 小调键盘奏鸣曲、巴哈波索尼D 小调夏康舞曲、肖邦第2号将 A 大调华丽圆舞曲、拉威尔高贵而感伤的圆舞曲、普罗高菲夫将 B 大调第8号钢琴奏鸣曲。李奇瑞说，海顿的作品是宫廷上华丽的极致表现，而巴哈则在华丽中蕴藏了种种复杂情感。布索尼将巴哈为小提琴而写的夏康舞曲改变为在钢琴上弹簧演出的版本，就是将原先蕴藏的情感予以放大。白沙倒海而来的音乐会在听众心中勾起一幕幕的人生难忘情景。至于核心曲目高贵而感伤的圆舞曲，李奇瑞则认为那是对于过去欧洲繁华的一种怀旧呈现，于是搭配了肖邦的圆舞曲作为那华丽时代的镜影。李奇瑞说，在拉威尔之后是20世纪更大的破坏，经历二次大战的空前破坏，普罗高菲夫却在战争奏鸣曲的压轴之作中表现出一种人性坚毅的高贵情调。3月6日在国家音乐厅，19岁的李奇瑞拥有超龄的音乐天分。李奇瑞提供旅德钢琴美少女李奇瑞16岁就直升汉诺威音乐院大学部，堪称天才型的音乐家。李奇瑞提供19岁的李奇瑞提供